我们现场的朋友有没有这个歌迷朋友手中有专辑还没有签到名的，大家都护着拍照，有没有这护着拍照还没有签到名的歌迷？好，都签好好好。或者是呢，想要来签名的歌迷朋友，赶快来把握这个最后的一个机会了。我们现场也有专辑的一个贩卖哦，我们今天现场购买会加上海报。那在这一张的全新的迷你专辑《一直一直爱》当中呢 ，Purple Lady 是收录了六首非常动听的歌曲，同时还加赠了而且相当漂亮的38页的全彩的写真的部分哦。那在写真的部分来讲呢，哇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六十八页全彩写真的部分哦。在当中呢，我们还这个换了9套的服装哦，换了9套的服装哈，代表说哇，你看我们对这一张的新专辑，不只是要让大家可以用听的，我们在视觉上也要重视到大家这个视觉上的一个享受哦。所以呢，在当中还加赠了68页的一个全彩的写真哦，所以是一张的值得大家来收藏的一张专辑哦。朋友还想来这个上台来签名的，或者是想要跟 Purple Lady 来拍照，要赶快来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咯。好，在舞台的正前方，我们同样是有专辑的一个贩售，舞台的正前方好，就我们最后的机会哦，想要来拍照或者来签名的歌迷哦，就非常难得的机会，大家赶快的来把握哦。的歌迷朋友呢在这一张的这个新专辑哈 Purple Lady 的首张的迷你专辑也需要所有歌迷朋友大家的一个热情支持哈。在专辑当中呢，不仅是歌好听哇，也非常的好看哈，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哈，有视觉上的一个享受哈。所以这一张好听的专辑外加好看的专辑，一定要好好的推荐给你身边的好朋友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哦。那我想这个 Purple Lady 也非常需要我们所有歌迷朋友呢您的一个热情支持哈、哦、所以呢这一张好听的专辑呢大家一定要努力的来支持，努力的来推荐哦。好，我们现场朋友还没有谁还没有签到名的，有没有？哇，我们最后这个现在没有底片了啦，应该秒杀的时光，有没有谁还没有签到名的？都签到了哈、哦、在拍照的朋友都有签到名哈、哦、不要顾着拍照没有签名哈。哦，还有一位哈、哦、好好，所以现场朋友赶快来把握这个机会哦，有没有谁还想要签名的？赶快好，这个最后的机会了哦。2张专辑我们就可以上台来跟 Purple Lady 来拍照，2张专辑就可以来拍照，赶快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咯。好，现场朋友还没有谁想要上台来签名拍照的，赶快咯。哇，你看，大家都要3秒钟，给你们一个秒杀时间，要不要？好、哦。我好像多给你们10秒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现场的朋友来再给我们的 Purple Lady 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他们也签得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哈、哦。请我们的 Purple Lady 也到前面来哦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呢，我们再跟嘛，你看这些歌迷从早上5点哦，等到现在，已经那个晚上的7点多了哦，5点等到现在哦，最后要不要跟歌迷来说些什么话？辛苦你们了，谢谢。那所以大家一定要用我们的热情来支持 Purple Lady， 对不对？对。都忙着拍照啦。去我们 Purple Lady 的粉丝团按赞哦，要记得按赞哦，马上就要赶快来按赞，赶快现在手机赶快上网就按个赞了哈。那在我们今天再一次的谢谢 Purple Lady， 谢谢谢谢。谢谢，好，那也谢谢我们所有现场的。
歌迷朋友们啊，大家一定要用我们的行动来支持 Popular Lady 啊！也再次的谢谢大家喽，也祝福所有的现场朋友们，也记得待会大家回家要注意到安全啦，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，也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夜晚时光喽。